大家晚上好，今天要来玩《战力时空爱丽丝》。不好意思，这什么东西啊？哎，小朋友，可爱哦，想吃饲料？好像上面已经有洞了吧？想吃啊，要不要吃多一点？来，撑死你！哦，这个操纵真的很不错。要不然你再吃啊啊！来啦，一年份的量全部给你了，我放在这边，以后自己赚啊，自己赚就可以吃了。聊天室又不见了，我怎么把你们叫出来？快出来啦，聊天室在哪里？把它投上去了。好，我知道，以后我只要这样子把你拿下来看就好了啊。好。好，这样也不错啦，就不用找你们了。这样，比如这样，聊天室来，聊天室来，这样，来，好，这样 nice， 来，好来 ，Now catch it. Oh, you've got it. Just a little flick of the wrist. You're on it. Try again. Hey. Yep. One more time.Yep, you tethered. Good grip. Try catching it. 对不起，再一次。嘿，嘿 ，Just like that. Easy. Perfect. We're done. Oh, wait. I almost forgot. Alex, up here. You're gonna need a gun. Don't worry, it's unloaded. It's unloaded now. No 东西啊。他身上没东西啊，想说看他身上能不能抢到个五块十块，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不妙啊！你们哪里我会怕？你们哪里？有点可怕。God， 可以不要进去吗？把手打开，什么意思？等一下，这怎么扁掉了？这东西不是那个杀虫的幼虫吗？哦，原来是这样用的、哦。所以原来这个都是杀虫的萃取液啊，才会变这个样子啊！哇靠，太多了吧！这么多怎么过？一堆肉藤虎哎，好可怕啊！请你吃啊！啊看，吐出来，吐出来！Fuck you！ 有一个。Do you need a minute？ 我怎么觉得好像在玩拾荒游戏啊？我怎么在玩拾荒游戏？请问我是拾荒老人吗？啊？对啊，人家在玩 Fallout 啊，可是 Fallout 的控制没有这个好。我觉得其他的 VR 游戏应该要学这个游戏。他的那个控制真的做得很好，哇，好可怕、哦，我好紧张啊！哦，啊看，我靠，有点厉害啊！来啊！哇，吓死我了，这只很强哎！你们要不要吃鸡肉啊？要不要？给你们吃这个，感觉好好吃啊！
几口看，没什么味道，我感觉没什么味道。OK， 来了，嗨。Yep, there it is. Found it. Probably only one of them. 只有一只吗？不，我不这么觉得。哎。Okay, two of them. 出来啊。Hello。我这样是不是有一点被害妄想症？有吗？我自己觉得有点被害妄想症，笑死，有是不是？蛮严重的，不是哦，游戏很可怕哦，不能啊，没办法用拳头啦。这边感觉不太妙哦，这什么东西？好暗哦！哎呦，干！干嘛啦？输呀，输你大头，超可怕的。Somebody spent a lot of time on this. 哦，我看懂了。所以他在讲说高登弗里曼啊，是救世主啊。他们在一代的时候，高登弗里曼杀去另外一个世界，把他们的首脑干掉，然后他们就被解除奴役状态啊。然后所以他们就把高登弗里曼当成是救世主。就是这个，这个婴儿啊，在那个一代的时候，下面都是佛地冈人一样，打那个大婴儿，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大睾丸，啊，对对对，睾丸兽有，我看到你了，大睾丸这个，然后睾丸会喷汁哦，它会攻击你。后来就有人就说奇怪，为什么设计那么像睾丸？然后当初的那个制作团队就有人就说他们想不出要画什么东西，他们就画一个睾丸。把它当恶作剧，结果最后被采用。哎、欸，露出，哎、欸，这很难射到哎、欸。谢谢，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哎、欸，对，乖。哎、欸，哎、欸。来啦，快点啦，来乖。哎、欸，对，假庆忌，啊靠，还防弹的，屁嘞！为什么是防弹的、啊？他那个盔甲也太硬了吧？浪费我子弹，怎么办？哎，完了，完了。Motherfucker！ We did it. Woohoo！ 解不开。哦！剧毒是大超。去哪里了？太暗了吧！我有干。还有是不是？没了吧？没事，没事。是不是？我跟你讲，这种地方就靠自己，好吗？啊、哦，在哪里？啊！救命！哇哟！死了没？太可怕了吧！好了啦！好了啦，好了，不行了，先休息了，明天再打吧。